我开始了，你交过前任老婆吗？没有。我怎么想那么久？不是前任太多，我也想起来是不是亲家吗？同居过吗？我去过他家，没同居，因为当时吧下了一场大雨，就在他家借这么久，然后就这么就跟他家避雨，就避雨来的。避多少年啊？也没多长时间。没多长时间。九十多天吧。是怎么追着他的？是他追的我。全世界女的都追的你。哎，我咋知道呢？你俩之前的钱都归谁管？这点你可以放心，媳妇啊，他想管管不着。为啥？我没有啊。他你能管好自己就完事了，我没有钱之前。要花谁的？谁有花谁的呗？这东西咱不能说是什么什么软饭硬饭，这个还真就不太好说。你跟你前女友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有没有结婚的打算？过彩礼了呗。钱呢？退回去了，退回去了。你送给你前女友最贵重的东西是什么？一个孩子。没有。再说一遍。该这俩是老三。我保证我不生气，你必须说实话。我不相信你的保证。第一个问题，我这么大度，处过几个对象？记不过来。我过去有很多个，但未来只有你一个。我问你多少个了？我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完事了？过去很多个，现在只有你一个。跟几个前任出去旅游过？我都知道。一个。真的就一个。说谎了你就承认说。你送过前任最贵的礼物是什么？电子书。送了谁？你说我给你逼一下。你真的给我逼吗？嗯。电子书多少钱？一千多吧，你不是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就有一千多块钱了，你给我滚！不是，什么现在不买一百多块钱的礼物，你给我滚！滚！最长的那个前女友，大姨妈什么时候？大姨妈不记得。你一个渣男，你都不记得人家大姨妈吗？我记得，我记得。不是，那我到底该记得还是不记得？我就。你跟你前女友洗过澡吗？一起。不玩了。前任问题大挑战。不带卷呢？没卷。你给你前女友买过包吗？买过书包，买的书包。你带你前女友出去旅游过吗？上过薰衣草庄园是吗？你放松。哎呀，快点问吧，都害怕了。你给你前女友做过饭吗？你干嘛？不要笑了。哎呀，多方便。什么方便呢？没有。发视频给我鸡蛋，我一握就给你握俩鸡蛋，有时候还加点大虾，你就合计吧。你对你前女友做过最浪漫的事是啥？带她去薰衣草庄园玩，回来给她买书包。王浩啊，啊，来坐，开门坐。你怎么知道你前女友的？啊？哪个？就网聊嘛，交友软件，那就奔现了，不就？你去奔着他，他来奔着你，双向奔赴。可以。前任问题大挑战，我开始了。你交过前任老婆吗？没有。我怎么想那么久？不是前任太多，我也想起来是不是亲家吗？那你交过前任宝宝吗？没有。那你都叫前任什么？名字，就像叫你陈阳宇一样。你有为前任做过饭吗？没有，这个真没有。前任有为你做过饭吗？有呢。不是，这个不是我控制得了的呀。那你吃了吗？吃了。好吃吗？我不吃。气死。前任长得好看吗？没你好看。咱先说好，你老问这些前对象这些问题，我要是回答完了，咱不带生气的。我肯定不带生气的，但你必须说实话。那你来吧。你最喜欢你哪个前女友？这你还用问吗？那肯定是前女友小胡啊！我现在有时候做梦都老梦着了。不是，咱说好不带急眼的了。你跟你前女友小胡同居过没？这咱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保证过嘛，我肯定没跟前女友同居过。我充其量最多也就是上他家避雨。避雨？对。避雨你避
逼多长时间呢？逼了大概80多天吧，差不多。你逼与你逼80多天，你告诉我你怎么逼起来？那我跟小胡的事儿，我能跟你讲。谁惹你生气最多？谁的身材更好？哦，谁话多？你妈妈喜欢谁？谁更浪漫？谁脾气更大？跟谁在一块的时候笑容最多？素质好。你回答我就行了。你现在别说话，你不是我问你，你就直接说话。叫过老婆没有？没叫过老婆。媳妇呢？也没叫过。宝宝呢？宝宝肯定叫过呀。为什么宝宝叫过？宝宝不是我一个人的吗？那谁谈恋爱的时候就不叫对方宝宝？我就不是，我们是叫宝贝什么的都不会叫宝宝。我以为宝宝是我们两个人之间，为什么要叫宝宝？那谁不这样叫呀？